咦，安斯能消费。我们又在郑州打听到了一家开了十几年的4-5块钱的肉饼子，我天，现在还有这神仙物价呢。然后刚刚下车的时候，司机师傅跟我们说他们家确实挺有名的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 go go go， 人记肉和店啊，我可太喜欢这种小店子了。哎呦，刚烙好的饼，可以可以，我要一个猪头肉的，一个香肠的，一个菜的。米线都是三鲜的是吗？又清汤类，又咸鲜，又肉。要清汤类吧。要个清汤类。你这是啥饼子呀？又肉类又素类。我要了一个猪头肉类，一个素类，学的好不像啊。咱这店开多久了？15年。15年了，我天，比我的岁数都大，比我的岁数都大。这个四倍表脸了。咱这是凉拌的是吧？凉拌好了加到热饼子里啊。调料都有啥？蒜，这蒜汁就是刚刚师傅剥的那个。就这两个调味料是吧？吃吧，除了吃你一无是处。然后开动了，太美了吧！我的妈，先吃一个4块钱的菜盒，我以为吃这么多菜盒，其实是我们的菜夹馍，是不是？这个馍就比较酥脆，比较干一些，菜夹贼多，我都晕出来了，我天，4块钱。贼脆，你们看到没？它用的应该是凉花白，有包包菜、卷心菜、疙瘩白，还有就是豆皮儿，还有一点点洋葱吧，还有黄瓜丝儿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洋葱啊？老板娘特别可爱，我问她调料有啥，她真的两种，辣子和蒜。我看咱的蒜不像我们陕西用的那些蒜水水，她那个还有白色的那种，就比较粘稠。那老板娘说，传男不传女。那老板娘是怎么知道的？这秘方。哇，它这个馍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，跟壳一样，不像陕西的是馍，口感是不一样的。好像菜都很新鲜，就要的时候给你一拌，是吧？这是很少吃到这种菜夹馍，咱们那菜盒是一整个的，里面包的各种菜，带馅儿的，这不是？不是不怕烧坏，那俩多吧。尝口米线，他们不停进来人，然后有个小伙说：“我要个麻辣鸡肉米线。”逗死我了！尝尝他们米线，有没有人超级爱吃米线？这米线特别爽脆，不像我们陕西的米线 Q 弹的，它这个是爽脆的，中档偏细，最鲜。这鸡汤米线，冬天来个这得舒服。8块钱，有肉，多买一点。哈哈，白白胖胖的大蒜，甜蜜脸。它这个米线就没有像西安那种红油米线油那么重，它这是鸡汤米线，确实是汤本身的鲜。啊，辣真蒜。好吧。我再吃一个猪头肉的，香肠的你们谁吃？我再吃个猪头肉的，太好了。它这个是猪头肉跟这个菜拌到一块的，它的菜丝丝切得很细，看豆皮丝丝特别细，特别入味儿。甜鸡蛋茶是吗？甜鸡蛋茶，我还没有喝过甜鸡蛋茶呢。那猪头肉好香啊，它有点像我们陕北那种猪头肉夹馍。一点不油腻，特别清脆，清新可口，像一个小可爱，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。7块钱，郑州的物价是不是也贼感人？喝个清汤。为什么叫洛阳清汤米线？这地方应该是洛阳传过来的。哦，对，老板是洛阳，这个感觉一看就特别适合养病的，或者说是口本身就比较清淡的宝贝来吃。是清而不淡的，里面有白胡椒的味道，淡淡的白胡椒的味道。我吃啊，你们谁吃这个？我吃，快吃快吃。那我能分你一根蒜吗？多着呢，大可不必。看没有？妈呀，这神仙物价！
就一顿正常人就吃个菜盒或者说是猪头肉盒，然后呢吃一个麻辣紫米线或者说是喝个鸡蛋茶就可以了啊，10块钱打住，最多12。有菜有肉有主食，还那么多剥好的蒜。哎，好久没喝这种雪碧了，然后吃这个，然后喝这个，然后尝一下这个，那个那看着清汤寡水，但特别香，就特别鲜。对，感觉就很鲜。然后尝尝他们的甜鸡蛋茶，感觉像我们鸡蛋汤啊。嗯，就鸡蛋汤，鸡蛋续血，然后没有放那个醪糟、米酒，醪糟没有放，然后放了一点点白糖，生意挺好的。之前我们查攻略的时候，有人说这个一天卖出500个，我感觉都有点小看人家了，不止500个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我还是要个一键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敬大家一个我从来没有喝过的甜鸡蛋茶，甜鸡蛋茶，嗯，贼舒服，它不会齁甜，它是那种甜甜润润的。可太会了吧！好，我们今天在家来吃，刚刚煮，还整了一只窑鸡，来，我们开吃吧 ！Go go go！ 先搞一个鱼子包。来扣分。我人烫没了。灵魂大蒜。嗯，这太过瘾了。串一串，香不香？香不香吃？来吧，一口五个鱼丸，为什么要拿出自己？像我们的窑鸡进骨，鸡腿肉是最香的呀，软烂脱骨，妈呀，这个汁水充盈的，馋不馋？嗯，一个人在家搞一整只鸡，也太爽了吧！鸡胸肉怎么吃？好吃，蘸着关东煮的汤汁吃最好吃。麻溜溜辣滋滋的，山东人不要来打我，我说的好妥。绝了。
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小伙伴请点赞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这桌子太爽了，就拿个果汁气泡水。嗯，好。